表牧区跟原住民牧区出场。OK， 基本上是都是我们的牧亲跟师亲过去他的很好的同工。其实我们用我们五礼拜堂的一个蛮特别的，就是我们的族群非常的多，就是我们的牧区。那在这里呢，我们用舞蹈不仅就是献给我们的神，也用舞蹈来欢庆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等一下你会听到的是阿美族的这个族母语的歌。其实我跟师亲传道，我们是同乡人，也是同学。对，那也是同族性的，所以特别用阿美族这样的歌曲来献给来祝贺。那里面提到的，就是这首歌提到的是一个父亲的话，就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一个劝勉的心。里面提到说，不要忘记专心学习所有美好的事情，要把它放在心上，这将是你成为人的道理。要勇敢面对，不要懒惰，工作岗位上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我想就是我们的等一下PowerPoint会打，但是你听不懂母语没有关系，我们有这个翻译在里面，所以我们用我们这个舞蹈来献给值得欢庆的日子。Oh,
环境里面，周围的人都会很喜欢你。不要忘记神在你生命里面的使命，母亲，你的父母对你的爱，还有长辈的训勉，都要记在心里面。我要邀请师青牧师还有慧姿一起到台上，我们牧区代表就是能够让他们整个在侍奉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撒网的人，是撒种的，然后去撒网的人，这个他们不会跳的啦。这里呢，就是说我们希望他们的整个教会里面成为一个撒种的教会，是一个撒网收割的一个教会，这个就是撒出去收回去收回来，撒种撒种，然后出去撒种，然后要撒网拔网，都要水深之处把它收回来，让他们的教会成为得人如得鱼的教会。姐妹好，请留步，我们牧区有特别送他们礼物，就是代表我们里面最深的这个喜乐，就是求神祝福他们整个有品生命力，能够在主的神国里面能够为神大发热心，祝福他们。我们可以拍照吗？谢谢原住民牧区。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交给，现在要改口高思清牧师。感谢各位弟兄姐妹能够来参加这个我们的周年庆，跟我们的跟我的安牧的礼拜，我真的被你们每一个人的爱充满。我觉得神的家就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我想到今天宋长老跟院长来，其实我真的很感动。我知道他们都很忙，那我觉得他们能够来，对我来讲真的是受宠若惊。我觉得他这样为我按摩，我觉得我更应该要看重这个职分。还有我的牧者天佑牧师跟巧玲牧师，他真的是陪伴我20年。其实我刚来五谷的时候真的有棱有角，现在想一想真的以前太幼嫩了。我发现这个以前在五谷的训练跟造就真的成为我现在校园开拓很好的武器。我觉得这种个性的磨练真的给我很大的提醒，让我一直觉得应该要成为一个好的主工人。我也很谢谢崔刚牧师还有志豪牧师淑勋牧师，你们能够愿意花这个时间来，也谢谢你们。还有温宏还有慧璇传道夫妇临危受命，让你们也受宠若惊。差一点抽筋了、也谢谢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岳父母，他们能够从台东上来，还有我的阿姨，还有国庆从柬埔寨过来，不过他是来述职的啦，不是特别搭飞机。还有的表哥表姐、他们都来，还有慧姿的大姐，还有三重信心教会，还有城市之光的弟兄姐妹，还有五谷礼拜堂，还有星辉梦林这个牧区的
为我献上这个舞蹈，还有青年牧区都来。我觉得今天你们能够来，我真的很感恩。那还有张医师，特别，然后还特别赶来哈。那因为他医生他也很忙，但是我知道，他很关心我有没有按摩，所以我特别把邀请卡给他，所以他今天特别来了。现在谢谢我的妈妈，在我小的时候，他就带领我每天一定要祷告，每个礼拜三就算没有去教会也一定要祷告。但是他常常唱的一首歌叫祈祷粮食，祈祷粮食，祷告，我不知道现在改什么，祷告粮城，不是祷告粮食啊，这个是食物想太多了啊。他每一次以前因为会懂中文又能够讲母语的传道人很少，所以他常常带着我跟我妹妹去别的教会带祷告会，尤其是礼拜五。所以我有印象，我常常是睡在第一排的椅子上，被叫醒就回去了，因为祷告会都很晚结束，所以我已经很习惯常常出去然后睡在第一个椅子上回来的那种生活。我发现这个对我还蛮有帮助的，到现在开拓真的很习惯这种生活，常常奔波。那我发现上帝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有美好的计划。再次也谢谢英安姐跟薛大哥，他们也特别来哈。那我这边还有易凤姐跟世明哥也来哈。那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提名，但是我真的为你们能够来参加我的阿牧典礼跟两周年庆，向神献上感谢，也谢谢你们这么肯定、支持跟鼓励。也谢谢眼君啊，特别为那个海报做这么大的海报，那我没有想到他会做这个海报，特别力挺我要做这个海报。还有轻松也为我们做 PowerPoint。 那今天我真的要说，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神。再次谢谢宋长老跟王院长，你们来真的让我很感动，你们是我最好的。还有哪一个？哦，这的最后我要感谢的就是上帝没有厌弃我这个人。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从粪堆中被拣选的人，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我能够带大学生真的是上帝的恩典。我觉得上帝真的会使用一个最普通最普通的人做人做不到的事。我觉得上帝他就是这么样的特别。我也感谢神这样拣选我，愿意来服侍他。我也愿意在这个时刻，我也跟神立约，我愿意一辈子就这样走一个传道者的路。有一首歌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无名的传道者，我很喜欢这一首歌，也为我祷告让我成为这样的传道人。好，刚刚有首先的助导，现在有幕后的助导，我们要请崔刚牧师来给我们做最后的助导。再过八分钟就到四点半哈，你们先为我祷告，让我不要，我来自大陆，不要祷告太久就好了哈。好，争取能够很快结束。其实我王院长说了，其实我们有传道人送到牧师哈。对不起，插播一下，我要特别炫基哥跟淑慧，我在坐在最前面，我没有看到啊，谢谢他们来，特别赶来，我一直发邀请函给他都没有回我，啊，突然跑出来了，也让我受宠若惊啊，还有瘦了3公斤呢、啊。谢谢他们来哈，谢谢，不请。好，再一次感谢，掌声感谢一下哈。好，那我觉得真的不要太，其实王院长刚刚讲到说，其实传道到牧师哈不是升官，但是我昨天真的听到有人说，哎，明天他要升官了。那我觉得我听了以后，我就很想说恭喜升官哈，升官还接着两个字就是什么发财哈。当然我觉得如果属实的升官发财跟我们好像不搭嘎哈，就搭不上线。但是我真的是想到属灵的升官就是做仆人做用人哈。那其实另外一点，我不是勉励哈，我不是耽误大家时间，我真的有感动才讲这话的哈。我真的想恭喜他们还有发财哈，
发属灵的财，一个灵魂都比全世界更宝贵哈。所以阿们阿们。好，那我想我就来做祷告了哈，我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祝福祷告哈，比较短一点的祷告哈。好，是的，最慈爱的天父，我们要奉你的名为师青牧师夫妇来祷告。主啊，我们恳切的求你，主啊，在他们的生命的最深处，主啊，来做工，来在他们的所有的家庭生活事工上都能够做王掌权。主啊，我们真是奉你宝贵的圣名来祝福我们亲爱的高志清牧师，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常常在圣灵里面祷告，更是常常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主啊，我们真是恳求你，主啊，让他们的安牧以后的每一步都有你够用的恩典保护他们。谢谢你，愿主耶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高志清牧师夫妇和他们的全家同在，也与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见主面的时候。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李晨，好，我们今天晨曦要到这边吹号。好，我们首先谢谢各位牧长、师亲牧师以及他们的家人来到我们的当中，一起参与今天的按摩的礼拜。等一下我们有合照的时间，等一下我们有合照的时间，跟大家报告一下。等一下合照有顺序，就是先是按摩团，再来是约书亚团队的牧者他的师亲牧师的亲友、父母亲友友堂的亲友友堂的会友，以及最后是 UP 生命力的会友。好，最后有一点补充的报告，就是今天来参与按摩礼拜的各位弟兄姐妹跟贵宾，如果你们有为UP 生命力教会奉献的我们在门口有一个奉献的那个箱子，请大家可以把大家对UP 生命力教会的奉献的感动按着你的感动把这个奉献勇敢的投出去愿大家都来发天国的财祝福大家，今天就到这边。